这是哪一张？你很乱磕哦。工商时间97M码跑三楼，德国有机棉超轻肤 T 恤热卖中，在虾皮上架。大家好，我小鱼。今天呢是一个下午，今天是下雨天，现在外面正在下着大雨。我们搬过来的第二个礼拜，然后新店面嘛。老板娘在干嘛？下雨天不知道干嘛。下雨天没有客人，然后我们无聊，因为我最近有买了一台这个美国的 Ulester S12。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店面呢其实有点大。因为有个技师在发呆，前面还有技师正在做一些调整，声音很大声，然后我们都听不到。那这个东西呢，我假日的话呢是会拿去玩啊，然后去唱歌。不哭了，不笑了，不跳了，不要不快乐，伤心的人别听慢歌。我觉得它比七层的音响还棒哎。好啦，那我们可以用一键消音，消音。我推荐这个 Ulester S12，随时随地有你身。哦，那谁是歌可以听我唱歌？然后这个东西很特别，它的是除了蓝牙放音乐，重点是放音乐以外，它也可以把音乐的人声消除变成唱歌啊。然后它支援到 YouTube 啊，然后什么 KK Bus 啊，很多软体只要你有双声道的都可以。那你在连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，要有双声道，因为我之前有试过的时候，它连线是单声道，那就不行了。单声道只是你要开成双声道，好，那一般的话音乐的都双声道，左右耳的都可以啊，左右耳的它就可以帮你消音，它的麦克风就藏在里面。那当然还有另外一支麦克风，好，老板娘你准备好了干嘛？帮大家听听看胖虎重现胖虎的演唱会，现在开始了，耶、yeah! ！然后这个都是无线的，手机连线给大家，你等一下都可以开始。骂人，然后唱歌了。这边这个打开机以后就是蓝牙，然后蓝牙连线以后就只要搜寻到 S12就可以连线。好，然后连线连到，那接下来就可以放歌。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我是胖虎，我是胖虎，我是孩子王，我是天下无敌的孩子王。他可以当。我平常在外面做罗秀的麦妹，等一下可以出去找茶了。你们想听什么，给我唱给你们听。我叫雀真，唱给你们听。没有人理我，我不用麦就够大声了。他们是耳朵装。好，我来抓鸟鸟，我来抓鸟鸟。哇！这什么鬼啊？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到底行不行？我唱歌给你们听哦，上班可以听歌，有没有很棒 ？Oh no！我跟你讲，他是胖虎，他唱歌，大家都怕我。我小张好像陪我。对啊。为什么没打他你就不行了？让我一口干了，陪我跳进冰河，快乐不快乐不管。我跟你讲啊，张惠妹会哭泣，亏你还他妈他迷，每次抢他电影票抢成这样，你看他演唱会是看多少钱的？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技师已经受不了，都出去了。你们想听什么歌，我唱给你们听。阿姨来到我的演唱会。对啊，中口。什么叫接麦克风？左手托我名下，右手只剩下半身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来，他演唱会了吗？
你哭得太累了，你伤得太深了，你爱得太傻了，你哭得假声的本落来了。你发薪水，我就跟你们说重现胖虎的原因吧。你的频道会不会顺便风化？哎，风化不管男人。可以说了吗？可以说了吗？你的心里藏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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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领薪水了，再过三天，你看这三天可以扣到多少薪水？谢谢大家听我唱歌，谢谢大家来到胖虎演唱会。好了，大家记得关注小鱼的频道哦，按赞、订阅、点分享，还是这样子吧。资讯栏有连结，有想要购买的话，可以去购买这个随身音响，这個、很简单。可以不止买一组，可以买多组一点，然后把自己家里变成环绕式的音响，就真的在像 KTV 一样，一颗一颗一颗的。我们可以。你已经够好了，不是给你唱歌的。好了，就这样，希望你可以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Bye. Oh,